拍照了，今天走不动，今天要拍照了。拍照了，拍照了，拍照了，拍照了。嗨，朋友们，又到了拍全家福的日子。今年呢，多了一个枣，拍摄难度啊，又上去了。累了，回家了。真猛！两月没见了。今天多了你了，表现好一点啊！怎么样？对，哎呦，这还抢 C 位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他们出来了？小枣果然是不怎么听话的那一个。那人都准备好了，你这干嘛呢？这片场都等着你呀、小雨，没事吧？能起来吗？人家都在那拍，你这干嘛呢？小枣去尿尿了。加餐。